心语，欢迎来到 A 妹日记。我们今天要来帮我们可爱的 Mocha 换一间房子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空间不够大，不够他去跑，就是我想要换一个比较高楼层的房子给他。欸，你今天很嗨耶，你要帮忙吗？ Give me five， 要帮忙吗？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组合一下他们的房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眼前的这一堆东西啊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大了吧！但我们今天要来组合它。好啦，我们废话就不多说，我们开始行动吧。这个到底一个怎么拼啊？我终于装完了，好痛哦！你们看我的手都红掉了。我终于装完了，我现在要来进入最后装饰的部分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可以关他们哎。你是不是很想进去啊？欢迎，欢迎。进去，噔噔噔噔，大卫魔术秀，哈哈哈！哎，猫咪嘞？猫咪不见了，哎，它躲好远哦，猫咪。咪咕，好啦，你们就在里面吧，我好累哦。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被关笼子，模拟你已经跟这个笼子合为一体了，一样黑。哎，我觉得你很兴奋哎，是不是喜欢被关笼子啊？猫咪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哎，猫咪来了，叫猫猫猫就来。哎呦，叽里咕噜滚下来。哎，这全部的人都可以关进去，哎，真棒！我觉得很优秀，哎，这个笼子。好啦，我终于布置完了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的别墅，四位小宝贝都在里面啦，很棒吧？很大的别墅哎，感觉很优秀，感觉它可以在上面跑跑跳跳，跑跑跳跳，明明就是那么小一只，然后买的这么大一个别墅，到时候我应该会买个布还是什么，然后把它铺在这上面，然后布置更多东西吧。就大概是这个样子。今天辛苦了一天，我终于完成了这个，超累的。哎，我想要试试看，把它从上面放着，然后看它会不会下来。
靠！她们两姐妹不知道锁在那边干嘛。你们两个很可怜哦。富强来，富强，富强，富强。哦，下楼梯，下楼梯，下楼梯了，下楼梯了。会哦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哇，很厉害嘞。跳来跳去，很棒哦！我们今天帮猫小完成了他的别墅耶！ Yeah! 好啦，影片到最后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，别忘了帮我开启小铃铛，还有订阅我的 IG 频道会员，别忘了帮我们加入看更多哟！好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